爷爷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小施主，你从哪里来呀？我不叫小施主，我叫杨玉环，我从成都来。哦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我爸爸去世了，我伯父带我到洛阳去。 我先走了，一会儿我再来找你玩啊。我们还会见面的。
你看得见母后的车辇吗？ 远着呢，只能看到旗子。那太子殿下的车驾呢？就在前头。哎，陛下是不是又高又大？不，父皇不高。陛下对儿女是不是很慈祥？不，父皇厉害着呢。真的？<笑>你过来。哎，咱们两个画画好不好？我骑马，你坐轿。 陛下，这位是日本钱塘使朝衡。哎，母后身旁的那位是谁啊？哦，他就是当朝宰相李林甫。哦，他就是当朝宰相。那些外国人是做什么的？他们是大使。和父皇说话的那个就是日本钱塘使总监朝衡。朝衡，这名字听起来像是汉人呢。那是父皇赐他的名字。你看那个。 是王维，大诗人王维。对，就是他。是啊。什么时候再为朕写上几幅字啊？啊！一定一定一定。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请娘娘放心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哦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 宝弟来，见过太子。太子殿下，宝弟艳福不浅呐。是啊，不浅的。<笑>我先过去了。好好好好，宝弟，过两天去骊山狩猎，一定把玉环带上啊。那当然，当然一定要带上。<笑>
是寿王妃杨玉环，这俩进来。遵旨。来来来，寿王妃，请留步啊！寿王妃，陛下要召见你。什么？要召见我？高公公。入宫的时候我见了。啊。寿王妃，请吧。 你怎么知道皇帝在此啊？是儿妃这匹马循着乐声走到这儿来的。哦，这么说你这匹马精通音律了啊？<笑>不是，是儿妃喜欢音乐。我，怎么说，朕的儿媳中也有一位懂得音律的。 会演奏乐器吗？。面前经常提到你，他对你的印象很好。多谢母妃，这也是父皇对您的恩宠。你虽然得了一个绝代佳人，那是你的福分。可你不要忘记，继承你父皇大业，要以太子的言行举止为准则。只有德江山，才能够永远。 拥有美人，是母妃。陛下，贵妃娘娘到。 儿臣叩见父皇陛下。 起来。叩见母妃。
起来吧，起来，茂儿，有这样慈爱的父皇，你的媳妇儿丢不了。<笑>是啊，在自己家里怎么会丢呢？茂儿，还不谢恩退下。 打扰父皇这么久，是，多谢父皇圣恩。孩儿告退，不是夸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在十几位王子中，亮丽、亮质，谁也难比得过茂儿。 你说呢，陛下？啊，是，太子婴鄂王瑶、光王居图谋不轨，长构异谋，前者曾夙愿结党内定，近日竟蓄谋兵变于密室，实属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赦，敕命废夺婴鄂居三人名号，废为庶人。 召集刺三庶人，死！不，冤枉！冤枉！父皇，我明鉴，儿臣冤枉啊！我们要见父皇，儿臣冤枉！儿臣冤枉！儿臣冤枉！哈哈哈！皇帝。 哎，你们看，插好了。啊，真不错，有韵味。环妹可是多才多艺。那天独闯离宫，把个玉庆敲得天花乱坠，父皇啊喜欢得不得了了。哎，有这事儿吧？别瞎说。你呀，就等着入主东宫做太子妃吧。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是啊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我说的是心里话。咱们环妹呀，一副大富大贵的面相，谁不承认她是长安第一大美人啊？<笑>这话可不假啊！<笑>哦，太满了。这茶道的最后一道啊，就是倒茶，也很讲究。 来尝尝。啊，这茶具好漂亮啊！啊，哦，这是母妃送的。哦，哎呀，阿茂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呀！啊，<笑>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有人说惠安宫后花园闹鬼。真的，宫女们都看见了。别瞎说，啊。 没想到这么快。
言不能瞑目。母妃，你会康复的，要好好保重。老天能再给我10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把你扶上太子。扶我起来，让我好好的看看你。你是太子胤，你母妃。不能怪我，你的父皇废除了你，和我毫无关系。妈妈，走开！我是阿茂。走开！不是太子英，我是阿茂。只怪你生母死得早，受宠的母妃一死，他的儿子在圣上眼里也就等于死了。我是在圣上面前替我的儿子说过好话。可我并不想置你于死地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，饶！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！妈妈。圣上有旨，嫔妃们围成一圈传此玉牒啊，不管玉牒传至谁的手中，只要听到圣上的节骨声一停，谁就可以入室寝宫承恩雕禄啊。围成一圈，围成一圈啊，这玉牒交给谁呀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陛下啊，坐下，
高公公，突然来福，有失远迎啊！啊，好，请啊，请，请。高公公，啊，父皇近日可好？陛下年事已高，常常追忆往事。请，请。对贞顺皇后更是倍加思念呐。请高公公转达我们对父皇的一片忠孝之心。哦，陛下常说寿王纯孝，纯孝啊！啊，不知高公公有何事？哦，今日登门有一事，要求寿王妃哟。什么？求我？啊？哈哈，这突厥的进犯被打退了。哦，安禄山这个胡儿可真是骁勇可嘉呀！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陛下啊，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了啊。今晚的月色可是真美呀！哦，陛下，如此月色，何不到后院走走如何？啊，也好。
奇怪啊，金院之中何来音乐之声啊？是啊，真奇怪。走，看看去。是谁呀？莫不是天上仙女来到凡间吧？皇帝陛下，玉环。陛下，不见我不见。陛下，少王请求陛下谒见。下去。陛下，听说您要册立忠王为太子的消息传到诸王子中间去了。这寿王不见，传旨召见寿王妃。陛下，这不合情理吧？要求谒见的是寿王，您却不见，您非要见寿王妃，这与理不合呀。我不愿意见的人你天天让我见，我要见的人你就是不让我见，你是何居心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这寿王妃不就是你选的吗？对不对？臣奉旨选的。什么旨？要出身功夫之门，要品书貌美，要贤惠。不要说了。朕是大唐天子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世上所有皆归于朕。李师，臣在。朕要见寿王妃，你来办。这遵旨。陛下很重视你在乐理上的灵性，他想让你看看他新谱写的一首曲子。啊，陛下日理万机，还有时间编曲。哎，承平君主多才多艺呀。可我在乐理上只是一知半解，哪敢拜读皇上的大作呢？啊，弹音乐难得的是知音，陛下认为你堪为知音呐。我啊。我是知音。嗯，陛下他真这么说过？哎，难道我还敢假传圣旨不成？啊，好，看看吗？嗯，来来来。坐，坐坐。嗯，
样是不是好些？对，这样好些。青莹呢？都走了。他们是不是怕干扰我们杜甫啊？这，玉环，你照镜子吗？不照镜子，不照镜子就无以修容。难道我脸上？哦，我是想说，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美吗？父皇，玉环，你是不是还没有读完乐谱啊？让我自己读吧。坐下读吧。嗯。全是素练泥上围着他跳呀转呀，玉环，梦里的那支曲子也总在心里唱，父皇就把它记下来了。玉环，父皇提到我了吗？没有，正好接在婆罗门前头当散戏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来，我吹给你听。不不不，玉环，还是先吃饭吧。好吧。猫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父皇对你这么好，我当太子又忘了。三嫂，近日可好？好好，再好也不如茂弟呀。有什么好？怎么不好？老百姓都知道，家有贤妻是中宝。你瞧，父皇对玉环有多好啊！我们姐妹虽说都是王妃，我可连根汗毛也比不过呀。承蒙父皇错爱，不过陪父皇散散心吧。陛下万岁！好啊，高公公，啊，
陛下情绪不减当年呐。太子婴赐死已有十日，这新太子的册立圣上可有所思？好，这个球好啊！怎么，李大人的意思是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觉得寿王沉稳忠厚，似乎可以。公公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好，大人呐、这是圣上家里的事，我不好多嘴，告辞了。李大人，殿下放心。天顺皇后虽然不在了，可是圣上的心还是在殿下您的身上。哦，哎呀，有朕在，哎，阿梦。你知道打马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最重要的就是别从马上掉下来。哎，你说我打得好不好？说嘛，好不好嘛？好，好。那你说我和父皇配合得好不好？您这样连续的召见寿王妃，这对于您……哎呀，将军，你不知此刻不召见寿王妃，对我将意味着什么吗？老奴愚钝呐，我实在不明白。您如果隔一天再召见寿王妃，这对于您会……我会疯，我会杀了您。这你不懂，因为你是个宦官。你，陛下。您是以仁德治天下，还是以刑狱治天下？死！你不立刻派出卫队车辇，我冲死你！遵旨。慢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我要让你的脑袋暂时留在你的脖子上，好为我出点妙策。寿王妃杨玉环叩见父皇陛下。起来吧。怎么？来来来，起来吧。寿王妃，朕命你速速起来。是。赐座。父皇，儿臣频频被召进宫，不知为何。为了朕赏金悦目啊。而非鲁纯任性，只怕侮了陛下，吃罪不起。朕就是喜欢鲁纯任性的人。父皇，陛下频频召儿妃进宫，可曾想到内外人等如何看待？朕则披天下，从不干预臣民宅邸之内的事情，朕也绝不许臣民窥测议论朕的恭维。父皇，家父世代儒生，而非自幼
读圣贤书。圣贤之书，那都是为了皇帝的方便而写的。玉环呐、啊，你真是个鲁纯之人呢、啊。过来，坐近点儿。儿妃遵从礼法，不能从命。朕不是在命令你。不是命我，那为什么叫我过来，而不是？朕要是过来呢？父皇。朕日夜都在思念着你呀、啊！不，父皇，这我需要你，朕。父皇，这不行啊！不，我要你，朕需要你。这不行，不行啊！日夜都在思念着你呀、啊！你不能这样啊！我不管，不行！父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和守望是真心相爱，可朕是大唐天子，君可叫臣死，但不能强使女人爱。放肆！陛下，您难道就没有倾国之虑吗？倾国？繁荣鼎盛的大唐，奴才万死。即使是，此刻我也在所不惜。陛下，如果是为了玉，当然可以勉强；如果是为了情，即使是皇上，也不能相强求之。玉环，你回去吧。谢父皇。慢，我随时还要召见你。父皇，我……陛下，送寿王妃的车辇已经准备好了。真没想到，父皇竟然会这样。当时真把我吓坏了。你贱人，准是你才有这样的事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丢脸。
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有人吗？要是在世，我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。王大人，啊，李大人，陛下，陛下，什么时候了？辰时已过，您今日免朝。是。慢。传我的旨，寿王妃杨氏随居荣贵，每在京修，属太后继臣，为永怀追服，自度为女道士。
什么女道士？这。小鸟都睡着了。是啊，星空浩渺，万物自然。玉环，嗯，你把我领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了。咱们不回去了。嗯，不回去了。来，睡吧。怎么样？没有，再找。走走。不是东西，是人，是手握十几万兵马的三镇节度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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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禄山斗得好。启禀陛下，安禄山三战三胜。朕说谁赢谁就赢啊！养鸡童子贾昌叩见皇帝陛下。嗯，好，平身。贾昌，你的鸡斗得好啊！是，全托皇帝陛下的鸿福。好，赏，赏。祝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真娘子不赏吗？赏。太真娘子赏。谢太真娘子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啊，一个女道士怎么能说千岁千千岁呢？像什么话呢？她不能这么说话的。是啊。贾昌，还不退下？是。慢，过来。
昌，你再说一遍。祝太真娘子千岁。贾昌，在。再说一遍。祝太真娘子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祝太真娘子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祝太真娘子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朕即册封杨太真为贵妃，请此。杨氏玉环，忠孝之至，忠孝至深，京城之举，皇天可见，感天动地，贤明举世，品貌无双，六宫推崇，百官心服。今属吉日，册封杨氏玉环为贵妃。谢陛下圣恩。祝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祝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朕还要送你一件最好的礼物，你猜得到吗？你看。姐姐。妹妹，我们你都来了，你还真漂亮，是你了，我们你了，姐姐，我们现在都是国夫人了，是啊，是啊，是秦国夫人，是什么官呀？国夫人并不是官，只是一种勋衔，一种荣誉。我们到这儿来，都是托了你的福气呀，你知道吗，妹妹？妹妹，你看。我为你带来了家乡的礼物。是啊，你接着快尝尝。好了，陛下。陛下，臣为圣上和贵妃献上我们家乡的荔枝。啊，是的，给我，快尝尝啊！陛下，这是我们家乡的荔枝，姐姐在家是最爱吃的，尝尝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好吃，鲜荔枝才香呢。可惜长安没有。为什么长安没有啊？荔枝很娇，采下树来三日内色香俱全。一过五日就变味了，从涪陵远到长安，岂不早已烂光了？李氏，臣在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涪陵到长安有1000多里，三五日之内，无论如何是送不到的。陛下，臣以为这件事不难办到。哦，请陛下。诏命30里射一驿站派走使骑快马
战战传递，日夜兼程，则千里之遥，五日之内定可到达。好，你速速去办。是遵旨。Thank you.
下，平鲁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觐见。宣他觐见。是。安禄山，叩见皇帝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安将军，抬起头来，有人想看看你啊！好，安将军，来见过贵妃娘娘。下臣，贵妃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请起来吧。将军怎么了？陛下，老天爷真是有眼呐！微臣在进京途中，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一个绝色的仙女下凡，飘然而来，飘然而去。那仙女就长得像贵妃娘娘一样啊。陛下，臣恳请贵妃娘娘做臣的母亲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是九天仙女下凡，臣有仙女做母亲，一定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啊！爸爸，玉环呐，你就认了这个胡人做儿子吧，啊！好吧，那起来吧。臣安禄山，叩见母亲娘娘，娘。玉环爷爷，认了吧，像你娘。哎，起来吧。李师啊，臣在。贵妃收养义子，可喜可贺。哦，是。龙池设宴，观赏百姓。对，观赏百姓。李师啊，快来救我一命啊！哎呀，我累死了，跑不动了。娘啊，快救我呀！死我了，快救我一命啊！哎，玉瑶，玉瑶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啊，这是我们的风俗，婴儿生下来穿着要喜儿，我们要向他的爹妈讨喜儿钱呢。你看，哎，抢钱，抢钱，扔钱呢，扔钱，扔钱，快点扔钱啊，快扔钱啊！亲娘娘啊，今夜贵妃娘娘和朕和大家一起赏花，大家好好乐一乐。哎，是啊，thank you.
这真太美了，夜色多美呀、啊！真是人间仙境啊！是啊，对，陛下真凉快呀、啊！是啊，凉快多了。今晚夜色宜人，天气凉爽，真是赏樱花的好时光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啊，你看到我笑得多好啊！哦，真的。陛下，陛下，贵妃娘娘。你们想听点什么？嗯啊，听一首歌。说听点什么呢？听歌。哎，听歌呀！贵年在今夕赏名花，贵妃是不听旧歌的。对呀、啊，不听旧歌，要听一首新歌。对对，去把供奉翰林李白找来，他是个绝才。李白绝才，太好了。让他写几首新歌，切不可服了朕和贵妃的兴致啊！对，快去把他叫来。我的爱妃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要把它给摘下来。哎、呀那好，我要星星，你给我摘。是呀、啊，李师，你臣的去给贵妃娘娘把星星摘下来。哎呦，老奴的胳膊太短，够不着啊！娘，还是孩儿给您去摘吧。陛下，臣李白叩见陛下。怎么醉成这样？平身。你看，贵妃娘娘在等你的新歌，今夕有失信否？陛下，臣一见到贵妃娘娘，就有了副稿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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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下来，我写，写。快起来，我写。李太白只醉酒作诗啊，你看，好字啊！天哪，陛下，来，陛下，来，朕看一看，啊，真快呀！是啊，你看啊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写的真好。春风拂槛露花浓。哦，姐姐说你呢。若非群玉山头现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，好诗啊！桂年唱是啊。后见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街头巷议中，国国夫人是个什么样子的啊？什么样啊？人人都说啊，国国夫人是半人半云、漂浮不定的尤物啊。只要他一到，不是云就是雨呀、啊！陛下，你可是金口玉言的。你说我是云，我就是云；你说我是雨，那我就是雨了。哦，我是云，我要飘了，我要刮风，我要下雨了。不过陛下，我这个云呢、啊，只有遇见您，我。会下雨呢？贵妃娘娘，姐姐，坐吧。梁英姐，怎么没去赏午消凉呀？这不刚从陛下那儿过来吗？你们那位国国夫人呀，可真是天生的水性杨花，整天的在陛下面前飘来荡去的，一会儿云呀，一会儿雨的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陛下都快70岁的人了，怎么能吃得消呢？娘娘有何事？陛下呢？陛下正在静心修道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哎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三姨真是个风流王子。姐夫，姐夫，我的好姐夫。玉环，看，连你儿都为朕的到来欢心，你怎么落泪呀？怎么？难道我是这些鸟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没规矩？规矩规矩，别人都可以讲规矩，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跟别的女人倒也罢了，偏偏跟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明白。哼，风流小姨，大天白日的，偷偷摸摸，哪里有点皇帝的尊严？你放肆！你怎么敢这样对朕说话？你自己做了这样的丑事，要人怎么尊敬你？我放肆。我怎么了？我犯了什么错？你顶撞朕就是忤逆。你是皇帝，顶撞不得。好，那你就处置我好了。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来人！陛下息怒！陛下息怒！把贵妃。给我送出宫去！娘娘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？陛下。把他送出宫去！陛下息怒，陛下，您这……
娘娘，快向陛下认个错吧，还来得及啊。内侍，臣在。遵旨备车，送我去驸马都尉杨琦家。不，那是我的娘家人。娘娘，娘家。姐姐，怎么会是这样闹的？六姓之中，姓杨的占了一半，赐爵位、赐府邸的杨家人何止百人呢？全都因为皇上宠他，可他一赌气，我们不就全完了吗？就是你，国舅刚刚拜下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住着，你好好说说。我已经不是贵妃了。贵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担心死了。是啊，你怎么这样讲话？是怕我听见，还是怕震破我的耳朵？贵妃，这以后会是什么结果？接下来，处死，满门抄斩。姐姐，哼郎，那个狐狸精被老爷赶出宫去了。哦。他也有今天。那贵妃现在在哪儿？在驸马都尉杨琦府上。咱们等着瞧吧，杨家这回一定要满门抄斩了。哼，妇人之见。宫中的事翻云覆雨，变化莫测，哪有那么简单？都是你这个荡妇干的好事，闯下这么大的祸。哼，陛下喜欢我，他偏要吃醋嘛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放屁！她是贵妃，她是娘娘，没有她，哪有你这个国国夫人？哪有我这个宰相？没有她，咱们杨家都他妈是臭狗屎！皇上要知道被逐出的妃子住在我们家，可是不得了啊。可他是咱们杨家人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杨家人身居高位的多着呢，怎么非住到我们家来呢？不能让他搬到杨县家去吗？显贵们亲情，薄如纸啊！还以为他是世上最好的呢，啊！吃呀吃呀！我才不待会呢！陛下请假。陛下，是不是选几样菜肴给贵妃娘娘送去？自与不辞，授权依你了。哦哦、小心！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你看看，这下可好了，这可太好了！是啊，这下可好了。我早就说过了。陛下对贵妃娘娘那可是恩重如山呐、啊！是啊，哎，现在看至少没有危险了。哎，啊，对，啊，快来，劝劝她，妹妹，国中他们的意思是，还是请你送陛下一点回报为好。陛下见了，也许会召你回宫。是啊，陛下会召见你的。陛下如对我有真情，他自会招我。若无情，送与不送，都一个样。可是妹妹，这对我们杨家可不一样。是啊，大这可不一样啊。是啊，还有你们的车马、宅子、
金银财宝，可那个情呢？那个情字，他哪儿去了？告诉张韬光，让他禀陛下，就说我的一切都是陛下赐的，只有这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切无以为赠。见此礼亲赐，当知歉意。李氏啊，这几年都老了，后宫佳丽虽多，但都不如贵妃善解无益啊。陛下，依老奴之见，贵妃忤逆犯上，逐出宫去这几日也算是乏了，该召回宫了。这个小妮子就把她给宠坏了，那就再等几日吧。你呀，那今夜朕怎么过呀？啊？现在就把他召进宫来吧。是怎么回事？又接回去了，禁军都出动了，辕门全都打开了。哦，深夜动用禁军，开启攻城辕门，在本朝还没有先例。老爷子对着妮子这么好，哼，皇家是不讲究亲情的。疯了，老爷子简直是疯了。贵妃见驾，叩谢圣恩。郎，玉环，三郎，玉环，来，三郎，你看，三郎，啊，你说人死了之后还会复生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希求长生，可人总是要死的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三郎。假如人有来生，
你还愿意和我做夫妻吗？愿意。我真好福气，嫁给了三郎，大唐的皇帝。我是个女人，我喜欢荣华，喜欢富贵，喜欢唱歌跳舞，喜欢珠宝、漂亮衣裳，还喜欢吃荔枝。可是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假如这一切都没有了，假如你不是一个皇帝，我也疼你，爱你，忠于你。三郎，你会抛弃我吗？不，永远不会的。可假如我老了，丑了，不好看了，三郎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你不会老的。你骗人。好了好了，天亮了，走，回去吧。啊，三郎，你看，三郎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家乡，每年今天7月7，女孩子们都偷偷地跑到庭院里、田野上，对着天空发一桩心愿，百求百应，灵验得很。你愿意和我盟誓吗？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说，你说，到底愿意不愿意和我试试做夫妻吗？哦，愿意。那好。我杨玉环愿意与三郎世世结为夫妻，相亲相爱，相守相随，永不变心。哎，三郎，该你说了。你看这。来嘛。好。来。快点。好好好。来呀。朕乃大唐天子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下辈子你要不是皇上呢？好。我李隆基愿和杨家这小妮子世世结为夫妻，相亲相爱。行了吧？快走！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快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长寿之要诀在于清静无为。然而，只有享尽人间的快乐，才会有人寿无厌期之说。山人所言之术，形若巫山云雨，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呐！陛下啊，杨国忠求见。哎，让他进来吧。陛下，据报李林甫生前曾长期联络阿布恩部酋长，企图谋反。人证物证俱在。死有余辜啊。国忠啊，在。
你去查办吧，臣遵旨。小妹，快！好好好，快起来，都给。动手！传旨，斩封长清。陛下，陛下息怒，眼下叛军气焰嚣张，封长清仓促应战，难免有失。况且危急关头临阵斩将，有损唐军士气，请陛下三思。他丢了大唐的东部，自己逃回潼关，这样的败军之将岂能免罪？斩！陛下，即刻调集兵马，火速开往潼关。陛下，朝廷之内承平日久，再加上连年对四方用兵，伤亡惨重啊，现在已经无有可战之兵了。陛下，现在急需任用兵马大元帅，亲率大军痛击反贼呀。那谁可当此重任呢？陛下，臣以为哥舒翰将军堪当此任呐。什么？哥舒翰两条腿瘫痪了，卧床不起，如何临阵指挥？怎么能领兵打仗？还有何人可用啊？还有何人可以担当此任？任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。是。弟兄们，圣上派宰相到我军监军督战，命我军立即出关进攻叛贼，为将士者当救命军言，在所不辞。本帅虽不能足天马会歌，愿以残疾之躯身告士卒，冲锋陷阵。快一点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，我去收拾东西了。去吧。是。
陛下让奴才告诉娘娘，明日凌晨出宫。知道了。杨国忠要把老爷子带到蜀中去，那是他的老家。到了蜀中，他可就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等着瞧吧，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这殿下！哎呀！皇帝不幸，生灵涂炭。累诸位大人颠沛流离，万里护驾西征，身后竟是失地，前景可以展望吗？我实在是难以想象。殿下，国运至此，罪在丞相，杨国忠该死。是啊，应该早杀掉他。杀了他，罪有应得。六军将士义愤如火，如若发生兵谏，末将实在难以控制。殿下，看来军心已经浮动，心乱无疑。一旦六军斩杀了杨国忠，殿下登高一呼，回师平叛，举国百姓都会拥戴殿下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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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主意吧！诸位，诸位，父皇健在，我怎么能有此非分之想呢？殿下。殿下，你不要再犹豫了。殿下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殿下，快拿个主意吧。是啊，殿下，不要再拿主意吧。殿下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们不是陷我于不仁不孝之地吗？哎，父王年过古稀，万万不能惊了圣驾。是。下一站，到达何地？马嵬坡。到了马嵬坡再说吧，先出发。是。是还真是个孝子。你懂什么？干脆灭杨家九族，累死狐狸精。要是老爷子舍不得，就别想出马嵬坡。干掉老爷子，天降大任于亨朗，必取而代。陛下，陛下，
下，陛下，陛下喝呀！来，这是。陛下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士兵在喧哗。不，是风，起风了。最近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龙武军哗变，正在搜捕丞相了。什么？不闪开，让他们闪开。将军，高大将军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众将士们出于忠心前来保驾。将士们的用心可嘉，只是你这样喧哗吵闹，就不怕惊了圣驾吗？高大将军，丞相杨国忠在西巡路上密谋反叛，将士们可以无动于衷吗？哦，真有此事？高大将军，杨国忠正与吐蕃使臣勾结，被将士们当场斩杀。啊！高大将军，陈宣礼愿代将士们向皇上请罪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
各军归队。各军归队。陛下，六军将士正等着圣主的嘉奖。陛下，六军将士正等着圣主的嘉奖。陛下。宰杀宰相，与朕心意相合，护国保家，无罪有功，四级封赏。各军归队。各军归队。陈大将军，快下命令吧。陛下，六军将士为陛下斩杀宰相杨国忠于外，贵妃仍供奉于圣主左右，将士们不能安心护驾西巡。承请陛下，请将贵妃娘娘处死。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！陛下，此事当自处。陛下。陈大将军，六军将士群情激愤，无可厚非呀。可是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呀。群情激愤，众怒难犯，不杀贵妃，归队的命令谁也不会服从。玄礼呀，大唐皇上对你我可不薄啊。高翁，难道这是你我的事情吗？陛下，
罪在臣妾一人。臣妾愿意死，谢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六军之大敌，难道是以纤弱女子吗？陛下，杨相国被将士们所杀，贵妃既是无辜，仍在陛下身边，六军将士岂能无后顾之忧啊？贵妃无罪，为何要死？如此情状，贵妃难免一死。六军骚动，万一因此而危及陛下万乘之体，老奴可就无法担待了。果因如此，朕奈何呀？师父，你好吗？世上的事本无好坏，好与坏
都是人们的往见。哦，这样。那么那个情字该如何讲呢？情无非是孽缘，孽缘不断，怎能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呢？阿弥陀佛。